它是螺纹面料，而且它是炸弹炸冰的螺纹面料。那胸前这个交叉呢，我是用绑的，所以呢你可以绑交叉，然后等一下可以有穿到让它绑脖，所以呢它其实有两种方式可以绑。这个小三角呢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它不是过于高或是过于大，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小开开，所以呢你们也不用担心说啊会露到过度多的肚子，完全不会。还有衣长的部分它并不是短版的哦，你看它已经盖过我们的这里了，所以呢衣长的部分算是正常衣服的版型咯。好，另外的话呢整体啊我觉得它就是冰凉显瘦，让我们整个人好像就可以 skinny 一个尺寸。手袖的地方呢我觉得也非常的舒服，也包住我们就是最恼人夏季的这种手臂跟副乳哦。另外的话裙子的话我分享一下，我觉得它弹性真的十足，它上下都很弹很凉，之外这个拉链是可以全拉全开，所以你今天想要比较安全保守窄裙的话，你们可以把它全部，你看这个裙子在我身上好舒服哦，它都还可以这样上下左右转，所以呢这个的弹性大小你们真的是可以很安心的买，又弹又冰又端。